能待的，没有必要去跟满编的兵家打嘛。所以这里是脱离大部队选择去打了一波痛的。对，这里 SE 也是被 Reason 放倒。所以的收分欲望好强，又是一个单点。这样一倒的话，兵家给机会了，兵家已经往前顶了。这边 Gallus 是守不住，哎，哦，是个空爆。Gallus 别再扶了，再扶就没了呀，两个人都没了。S 说赶紧跑，跑起来就跑，千万不能打药，这个时候就是跑。尼克的这边没赶不上来看一眼。好，只是还要打，刚才 S 已经被放倒。这样的话是这边有点伤， S 这边估计啊也是顶不住啊。啊，这里没有办法，我觉得刚刚扶起来就直接跑就完事了，别在那里打药。Abby 这里不走吗？因为 Zoe 已经溜了呀。嗯，这里一打四，要等一下队友。哦，一个手雷 ，Zaxi 放到了 Abby。这里是有点贪，有点脱节。Zoe 正面是一打四，位置也是被锁定。侧面还在疯狂的被修 ，Zoe 只剩下一枪的血量。是的，但是 BTR 往那一踩就看到你了。这 BTR 知道你只有一个人，肯定要往前清你的呀。是的，是的，但你看 HVNB 的枪线也在跟着 BTR。哦，这个圈型是往圈中心刷了一下，是同心圆嘛？嗯，确实。那这样 ，Power 八八跟 DOZ 等一下还是要打啊？对 ，Power 八八要选择了。其实我觉得 DOZ 那个防区其实不太好打，要看他们的对枪情况了。是，不过正面没打完。Luxy 这边是没有选择用一个人去放弃大部队的一个转移，而是留人去管这个独狼。对对对，而且。